不知道你们最常使用的解压缩软体是哪一款呢？如果是 WNRL 或者是 7DIP 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。这次要来介绍的是比上面两款还更好用的开源免费解压缩软体。如果你想要更快速度的解压缩神器，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款。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来到 Dinosaur 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叶 Night。 这次要来介绍的是解压缩神器 BandiZip。 这是一款我个人觉得已经超过 WNRL 与 7DIP 的神器，除了速度更快以外，最棒的就是免费版是无广告的。软体目前支援 Win7 到 Win11， 苹果用户也都可以使用。在解压缩格式支援上，最常使用的 RIR5、7Z、ZIP 全部都可以使用，当然还支援非常多我们一般人用不到的格式，详情请见图片。免费版本基本就可以让大众用户满意了，但如果你有特别的需求，也可以购买付费版本。在付费版还提供了密码管理器、修复解压缩档案、密码复原、即时浏览、解压缩扫描病毒等功能。很多软体其实可以介绍的内容真的不多，像是解压缩其实就是真的单纯拿来解压缩用的，没有过多的内容可以介绍给各位，但还是真的很推荐这一款开源并且无广告的软体可以给大家使用。下载连接已经放在资讯栏内了，请自行使用。我们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启很久了，如果想要无广告下载软体，可以再加入我们的会员。想赞助我们，可以再给个超级感谢的留言。我们频道都会介绍各种公仔开箱、好用软体、出游玩乐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B 站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发片的动力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